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最近演员陈毅在微博上公开了一组自己的自拍照，自拍照分两个角度，一个是他拍，还有一个是自拍。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毅明显的有些内向，这也让很多网友纷纷感叹他实在是太可爱了，简直就和莲花楼剧中的李莲花是一个性格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由陈毅主演的《莲花楼》这部电视剧呢？这部电视剧不仅制作精良，而且内容也是极其好的。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，陈毅哪张自拍照可以被称为是最好看的呢？毕竟他所找的角度都是一些直男角度，让人看了之后又哭又笑，感叹太可爱。去年暑期一部《沉香如屑》让陈毅火遍全网，今年暑期的《莲花楼》更是让人们为他的演技所折服。陈毅是一位演技精湛的演员，他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，他拍戏时非常专注，努力钻研角色，力求呈现出最佳的表演效果。而且他真的非常勤奋，经常这部戏在宣传的时候他已经在别的戏的片场了。他为人谦卑，与剧组人员相处融洽，备受尊重。然后他在现实世界感觉就有点萌，好像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，天真可爱的性格很让人喜欢。特别是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，这种不知道自己在搞笑的幽默感，每每逗得人捧腹大笑。但是这样的诚意却总被黑长得丑，不会说话之类的。我想说，随意评价和诋毁别人的行为是很不可取的。对于诚意来说，我认为他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专注和努力，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演技。同时也可以在宣传和营销方面多下功夫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作品和表演。这样的发展不仅能够让他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，也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相信大家在娱乐圈里见过不少撞脸事件吧，但是像陈毅和李弘毅这样两个人长得如此相像的确是非常少见。这两个人都有书生扮相，如果放在一起比较的话，根本就分不出来谁是谁，也不知道这两个人自己看到这组对比的时候会不会惊讶。其实李弘毅和陈毅仔细看的话，还是会有一点的区别的，比方说李弘毅的五官要更加的坚挺一点，而陈毅的则是要柔和许多。不知道作为观众的你分得清楚这两个人的长相吗？这两个人的演技你又觉得谁更胜一筹呢？不知道如果两个人同时站在你面前，你会分得清楚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